我们要去爬黄山了，一定要带小伙伴们去爬爬山。出发！啊，我们坐这车去。哇，人都大巴上山，我们坐阿尔法，这可以啊。跟我出来，必须要用牌面嘛，你们就负责吃好玩好住好，全场消费我来买单。哇，走啊！哇，这阿尔法的工作也做的就是舒服啊，舒服就对了嘛，特意给你们选的这台车。 你看，前面桑路十八弯的，坐在这里都不容易晕车。对对对，有心了。呀，这还是猴子，这有什么稀奇呢？山中无老虎，猴子成大王。你怎么知道没老虎？第一次来黄山吗？啊，那我好好给你们介绍介绍。你看，那边是波鱼峰，翻过去就是莲花峰，光明顶，走几步就到迎客松了。好像没这么轻松吧？爬几步就到的事情啊？爬几步就到的事情啊？哎呀，对哈。 坐这个烟波索道上山，哎，金姐，我们等下上山要煮几万步，要不吃点东西休整一下。哦，也对哦，懂事了吗？是吗？点了几个黄山名菜，别的地方都吃不到的呢。可以啊，金姐。哎，尝尝这个蘸菜，脆爽，臭鳜鱼，闻起来臭，吃起来香。嗯，小王，你喜欢吃豆腐？黄山毛豆腐最爱的，咸肉春笋。 哇，鲜，面筋里面包肉，滋润。哎，思阳，你最喜欢吃蛋了，来两个。你这个地方真可以，没跟坐人吧？嗯，你瞧，抬头就是黄山，多有意境啊！坐在这里吃饭多香。下面还有温泉呢，你可以美美的泡个澡，是可以，不错不错。哎，晚上睡这里好不好？对啊对啊，也行。咱们去订酒店了啊！哎，你去吧。 小王现在真懂事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我特意给你订了个带温泉的，喜欢吧？是不错，多少钱？您刷卡还是现金？长按点赞与你相伴，点关注不迷路。